幸运动会第二季先前因为何梦圆与才子相继退赛，节目制作单位正在寻找新的人选加入，甚至为此暂停一次录影。近期终于确定递补的成员为蔡昌宪以及雷爱美。32岁的蔡昌宪过去曾进行魔鬼健身，两个月内体脂就减了10.6%，更有着8块肌的壮瘦身材，不少粉丝都觉得他会为节目带来新的火花。至于雷爱美，则是有路跑女神的封号，今年完成10天9夜的能高安东军大纵走，运动能力可说是不容小觑。两人即将加入节目，让粉丝都超期待接下来的赛事，一定会更有看头啊！